这是我们一个四房的格局。跟着代销人员脚步进到福州合一住宅里面，四房产品格局方正。我们的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开窗户。卧室虽然不算大，但是采光良好，浴室也有干湿分离。这里当初释出4000多户，每平约19万，三房产品最多850万就能买到，吸引了2万多人抢购抽签。幸运抽到的人最快下个月初就能交屋。它有限制，那个所有权人他10年内是不能出租也不能出售，所以相对的投资客不会进去，那附近的行情呢也不会被带动起来。身份证借我一下。至于另外一个当时同样引发挤爆抢购的合一住宅，就是林口 A7， 当初释出4463户，每平价格大约15万，5年内不得转卖，最快今年9月也就能交屋。那附近其实还没有生活机能，那虽然说它距离这个长庚医院商圈也很近，但是其实等到要确定全部今年9月交屋之后，然后居民确定入住之后，他这个商机才会浮现。买屋的人总算盼到有个家，但合一住宅先前风波不断，现在就盼望住进去后不要再有任何纠纷。三立新闻刘宇良丁现在台不到。